不好意思啊，我妈今天有事来不了，我只能自己做饭。哦，你妈今天有事啊，怪不得吃这么廉价的鱼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鱼虽然廉价，但还得靠手艺，手艺好，做什么都好吃。得了吧，我不跟你争了，抓紧做鱼去吧。啊。这次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暗度陈仓。先生，你的外卖，这个帮你放在这边了。行，过去吧。大兵啊，今天呢，我就不跟你比了，我就简单吃点锅包鱼。啊，这么好的味道也不错。什么叫也不错？我这鱼再难吃，不比你的草鱼好吃啊！而且吃鱼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配点小酒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注重生活，一般的酒呢我也不喝。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个鱼好不好吃，关键看料酒啊！这个料酒啊，一定要多倒，这样呢才能入味，鱼不腥，肉嫩。不过啊，你有一点说的对，吃鱼一定要配点小酒。吃鱼配点小酒，果然不错。来，林哥，我给你买上。哎，大家好，你怎么不走了？酒啊！哦，斌哥，你这个酒喝完了，这个酒瓶能不能给我收藏啊？